考验什么？当然时候到了，有什么本事都拿出来。悟空，哎，可是你觉得为师有什么本事？师父，你一点本事都没有。要是输了，你得说实话。放马过来。输了，辜负了师父，辜负了大师兄。你在装？咱俩有差距。这回没有差距了吧？我连死都不怕，我还怕你？那你死一个给我看看！没事，你先死一个给我看看。好。世间万物，唯有男人最为狠毒，谎话连篇。其实小僧和您说的那种男人不太一样。就是这句话，每个男人都会说这句谎话。男人死罪，长得难看，罪加一等。